欢迎收看《民事正经》第一百空二集的播出。我是成功大学柯中信教授。咱今日就要来甲各位报告的主题呢，吼，是咱顶礼拜有去讲到日本一个啊资本主义啊的这个啊大企业家，啊就是讲啊，咱顶礼拜有讲到色泽容易是不少啊例子的吼，伊、哦、交三菱的创办人亚塔罗，会当讲是。 啊！日本资本主义诶，即个建立者啊啊！咱台湾人对亚塔罗交啊，西布沙瓦 A G 呢，吼，诶，认识真有限。但是因对咱台湾诶关系，拢真密切啊。就是讲，西布沙瓦 A G 啊，咱可能啊会去讲到伊交日本诶，即个金融体系诶建立啊，以及呢，咱台湾诶，台湾银行。 伊嘅设立，台湾银行嘅设立咧，二一八九九年咧，嘅设立委员之一，就是即个社泽荣誉，是不少啊例子。啊，另外呢吼，咱台湾也佫有两间足重要嘅企业，啊，就是咱嘅台湾铁路，台铁本来哩日本时代一开始是用股份有限公司来底啊嘅设立委员之一，也是即个是不少啊例子。啊，另外呢吼，咱台湾哩即个 台南即个码头遐有一个中野糖厂。即、這个中野糖厂在日本时代就是叫做明治蔗糖，啊，明治蔗糖的总公司就伫遐。啊，迄内底吼伊个中国文调，啊、喔，中国文调就是即、這个啊色泽容易是不少啊，椅子。所以是不少啊，椅子呢吼，伊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啊，离咱台湾。 敢若咱台湾知名的企业，就有这三间呢，吼，拢是依赖创立安尼，所以伊交咱台湾的关系嘛真深。啊，伊呢，离今年诶四月七九，啊，日本政府宣布呢，讲对两千控二十四年呢，入票上届借钱诶，一万块诶，诶，顶面诶人头上呢，要对福谷州啊，尤其是负责预支呢，来改造啊。 色泽容易啊，是不少啊例子。啊，是安怎色泽容易，伊、啊啊、有法度互日本人安尼要甲伊建做啊，上界借钱诶日本票，日票诶投上，咧表示伊对日本诶贡献非常大。伊对日本上界大诶贡献啊，这就是咱他有讲着，伊替日本诶创立五百间以上诶企业，创立着五百间以上诶企业。 啊，这是日本啊，明治维新啊，即、这个地产兴业啊，富国强兵上界重要个部分，就是即个地产兴业。啊，所以福即、这个社长荣衣呢啊，荣衣呢啊，伊对日本的个即个产业个建立啦、建立啦，有真大个功劳。啊，伊有一个啊经营的、哦这个契合叫做呢吼，即个啊经济道德合一论。经济道德合一论呢？经济 啊，伊讲著是《论语》交《孟子》吼、哦，啊，《论语》交《圣盘》合一论呐。伊讲《论语》代表道德，啊，《圣盘》代表经济，啊，做生意嘞，吼、哦，爱有道德，若无道德嘞，做生意袂成功。啊，有道德的人嘛爱有经济，啊，无敢若道德无经济无做生意，阮也要死。安尼嘞吼，伊即个德伊即个道理啊。 二十世纪，伊就一直咧强调，啊，所以讲伊交咱顶礼拜所讲的即、這个亚塔洛哦，三菱个创办人啦，因两个差五岁尔，啊，拢是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个大企业家，啊，因两个就是日本啊，诶，即个明治维新资本主义诶两支条就对啦。即两支条呢，吼、喔，见解完全无相像。亚塔洛伊讲，就是爱用个人咧经营个事，诶诶。 能力啊来经营事业来拍拼，但是啊，即、这个说做容易啊，伊讲作唔对啊，落来用到股份有限公司来吸收到大众嘅资金，好啊,啊来聘请到哦，即、啊這个大众啊有经营才华嘅人来替即间公司来经营，未使靠他家族，所以是不少有意义呢，吼，对啊，即、這个。 啊，三菱这个财阀财霸子啊，非常诶，这个啊无赞同，所以呢，咱顶礼拜才也讲到，涉足中医啊啊是不少个例子啊。二一七一八八二年啊啊去找三正，啊个日本政府个资金呢去啊创立着共同运输公司，啊这个共同运输公司一间是一间股份有限公司，啊来交亚特罗平。 啊，亚塔洛的三菱因为甲伊拼咧吼，拼啊，到啊一八八五年，亚塔洛着为癌，啊来亡先去。啊，但是亚塔洛到尾較啊，伊拼赢是安怎呢？亚塔洛伊的资金较用啊，即经啊，共同啊运输会社的资金较弱，所以讲亚塔洛伊用即、這个畅销单品的方式啊，饲给即个航运的介绍。 所以，从这个共同运输火车吼，加比如到杭啊、底、到位啊、哪啊，无啊多去哦，三菱改并通起，叫三菱改并通起。所以，因两个人呢吼，离日本的商业的经营是死对头，铁黑无相像。但是真呢吼，啊，离这个日出大见了啊，麦克阿瑟去到日本的吼，对日本的这个财阀这种。 家族嘅事业，家族嘅资金呢，非常无赞成，所以去改日本嘅公司法人啊。到二次大战了啊，规个公司法嘅经营呢，就开始采取到交吉普沙瓦，意志，离、呃、啊，即、這个啊、呃、十九世纪就咧主张诶，啊、呃，股份有限公司嘅方式，吼、哦。所以说足融资这点，可人真肯定。啊，即卖呢，离即个两千零八年啊，即、這个。 啊！美国这个雷曼兄弟啊，造成全球个金融危机，所以对两千零八年了呢，吼，真济啊，这个经营界啊，个人呢，拢开始咧思考着过去这个是不萨瓦，a G 伊所讲个，这个道德交啊，这个经济个合一轮啊，这是有先见之明，因为伊二十九世纪伊就知影讲，一个企业家伊若要道德。 伊会做出像即个雷曼兄弟即个代志，啊，产生金融诶灾害啊，安尼呢吼，无道德啊，事业未成功，无大件，佫产生金融诶灾害。啊，干那去道德啊，无经济嘛袂使，所以讲说做容易啊。伊，伊即点呢吼、哦，对两千空八年了啊，对日本诶经营啊，诶学术诶研讨哦，企业管理诶研讨呢吼，拢将说做容易即个经营诶铁黑。 二十九世纪就退出来呢吼，安尼来印证拢是对的啊，所以包括咱台湾的公司法呢，咱台湾的公司法二零零零十八年来修改咱的公司法第一条。本来咱的公司法讲公司是一个啊，即、這个盈利的事业，但是咱的公司法第一条呢，过来加增加，啊，就是讲咱即个公司伫即个追求利润的同时呢，还佫有即个社会。 诶，责任就对了。啊，安尼嘛，印证着是不少啊。伊以及伊二十九世纪就提出一个社会啊，诶，公司呢，吼绝对啊爱有即个社会责任。安尼呢，吼道德交经济合理论呢，伊个第三度互人去证明着伊诶啊理论是正确诶。所以讲，伊才会去互日本政府甲伊改造啊，两千二十四年人头上诶，即个人呢，吼。 啊，伊交台交咱台湾各有遮尔密切诶关系。台湾银行啊，伊设立吼啊，即个啊，咱诶腾中亚腾厂，啊，搁咱诶台湾铁路哦，公司呢，拢是伊设立会员呢。所以我感觉讲，咱台湾人对于啊，交伊诶铁客，应该啊有来加会了解诶必要呢。即、這个是不少瓦 A 字呢吼，伊比亚塔罗较好闻。伊呢，伫一八四控年啊，伫奇遇县的吼也。哦 有一个学习岛，黑色岛。啊，伊伫遐出事呢吼，因为遐啊，即、這个因老爸家种呢，算是算王族啦。算王族虽然是做龙做商，但是算王族。所以讲，伊出事了呢，吼啊，有是得真好诶、這個，即个啊，即、這个儒家诶教育，哈，诶教育。啊，伊、啊、呢啊，虽然无出国去深造，吼，但是有那有出国嘅经验。 啊！伊离即个所在，伊出事了。伊离即个乌镇事件了啊！因为伊看到日本安尼，伊话要去学武术刀，要去东京去学武术刀。啊！伊去东京学武术刀进城啊，离伊个家乡就做伊个家庭啊，即个男玉啊，店家个啊买卖啊，个参参阿西店家个买卖，所以啊，去东京进城呢吼。 伊有真侪做商业诶经验，伊对做商业伊也相当有伊家己诶见解，所以咱先讲到遮咧吼，决定阿再继续来甲各位做报告。欢迎等下到民事正经诶现场，咱头下讲到食不啥话会一致呢吼？ 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伊呢本来是伫即、這个啊鸡肉馆咧替家庭啊家族诶即个事业咧做啊生意人啊咧经营事业吼啊，以前伊就知影讲要安奈来拍引家己事业诶商业诶品牌，啊来提高伊诶价价格。所以讲当时即个牛肉呢吼啊，真侪有品牌拢是要当家呢。啊 啊！伊拍出伊个品牌了，伊拢啊销去日本个西北方咧安尼有家己伊个管道，所以而只伊就看出啊，伊只有做生意个办法。但是伫即个乌船啊事件来了呢，吼！日本当时就真济武士啊，啊，要来尊王攘夷，要来赶走只外国人。啊，即、这个是不少个义子呢，知影只个消息了呢，吼、啊，有呐走去东京，啊去学武士刀。 啊，交即个尊王长民派诶人做伙，啊，我那、啊、本来准备要去约克哈马的吼，要、哦、攻击到外国人，啊，放火烧啊，即、這个横滨呢，约克哈马安尼来引起日本人诶注意呢吼、哦。但是到尾啊，即、這个构想啊，因为真侪朋友交啊，伊诶家庭老爸拢反对呢吼、哦，啊，所以讲到尾啊，两啊啊取消。但是伊伫即个。 啊，尊王攘夷嘅活动啊，去熟悉着啊，一桥庆时啊，一桥庆时是一个啊，算咧国家多诶将军吼、啊，家族内底有一个武士，所以讲伊因安尼两下即位一桥庆时啊，诶，即、啊、个家族内底啊，听一桥庆时啊咧做代志，啊，伊即位一桥庆时啊，家族咧做代志嘅时阵呢，伊就看到因一桥家有真侪。 家族的事业，产品真好，但是拢无管理，啊啊无用好的经营理念呢，提升伊的绩效。所以讲伊入去了呢，我甲一小姐讲呢，伊讲咱几家多家，哦，咱一小姐原来爱有家己的部队，所以咱来征用即农民来建立部队。但是你征用农民,這民了，即农民伊就无纳税啊。 啊，要维持这部队要费用啊！啊，一桥一桥家落去问讲，啊，这钱要提得来？伊讲，咱从农民来建立部队了，这部队的维持的费用，啊，个税收的减少呢？吼，我从恁一桥家个产品呢？吼，做调配，对家调去遐卖，哦，啊，对家、啊啊啊、集中起来去集体管理，管理呢？吼，啊，拍出品牌呢？啊，到尾啊？吼，啊，即、啊這个增加伊的营收。 啊，安尼了吼，伊龙得到啊，即个一桥家吼真大诶重视，就是讲吼，即、喔這个伊有法度安尼用即个商业经营诶方法，互一桥家诶物件卖较好价钱，啊有即个钱诶收入会当来维持即个部队。啊，安尼正拄啊才好呢吼。伫、喔、一八六八年初啊，一八六八年初，日本诶第十四代将军呢德川家茂亡生去了呢吼，德川庆喜啊。 啊！一桥庆喜，我去用建造啊，即、這个第十五代将军。所以，哩一八六七年底啊，德川庆时，就是一桥庆时，去用改做第啊十五代将军呢。啊，即、啊這个时阵啊，即、這个吉普沙话 A 字呢，拄啊，我听一桥家咧做代志。所以讲真讽刺呢，本来伊是咧盗墓诶，啊，结果到尾啊，我变做啊，即个啊幕府诶，即个一个官员就对啦。 啊！但是，一桥庆时做将军做大将军他一年尔，第十五大将军做他一年尔，伊就大政奉还，吼交傲明治天皇啊！啊，你这个时阵呢，吼、喔，是不少个 A 级啊，我陪同着啊，这个一桥庆时诶，小弟啊，啊，一桥五昭嘞，吼、喔，二一八六七年啊，迄阵在博诶，即个巴黎啊，有这个世界展览会啊，世界展览会本来是一桥庆时爱去参与。 啊！伊叫庆喜，我请伊个小弟一条五招啊，带你伊去巴黎。即、這个色泽容易就是做啊，即个伊个随员，好啊，伊算讲公介陪同去巴黎诶，即个五官落着。啊，這個、啊啊去了，啊、一叫庆时，啊，离即个一八六八年，离大政奉还嘛，大政奉还啊，从石川高明治天皇了啊，即、這个啊是不少啊，A 级啊，离法国留差不多啊，离澳洲差不多一年个时间。 啊，而、这个涉足容易，你法国嘅时阵呢，就对法国啊，因、呃、个一个公司嘅制度叫做股份有限公司。日本叫做卡布斯基啊，卡布斯基看一下，即、这个涉足容易啊，就非常对这個、啊有即个好感，就感觉讲即个用股份有限公司啊，会当对大众来吸资金啊，会当来聘请大众有经济华嘅人来经营个公司呢，这是一个足好嘅制度。 所以啊，是不少话，A G 啊，去法国去一年啊，去学着即、這个啊股份有限公司啊，以及用股份有限公司来经营银行這，即个啊欧洲啊新的发展呢，吼。啊，伫即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了呢，德川有昭老李法国读册呢，啊，日本政府拿我伊调倒顿来，日本政府甲伊调倒顿来啊，日本了呢吼，伊拿去即个西斯沃卡靖江啊。他 啊，去看即个啊，一桥庆时啊，一桥庆时已经啊，是款交互名地天虹啊，啊，离晋江遐无代志嘛吼。啊，所以讲是不少孩子离即个西斯沃卡晋江关遐呢，攵开一间上华的会议所，伊想要来离晋江关呢，要从离澳洲所二的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呢吼，离日本来推杀和别个企业。 啊，互人知影安尼，所以我伫晋江关来开这个啊，商法诶会议所、商法会议所来教大家有限股份有限公司诶即个知识。啊，无偌久诶吼啊，大位重心啦啊,啊，因为要帮助民地维新，所以伫一八六八年啊，我请说说容易呢入去日本诶大藏省，就是日本诶财政部啊，来负责着日本啊即个啊银行。 交即个入票要印制才会康快咧吼。所以大卫中信来啊，即、這个聘请到啊，涉足荣易啊，入去财政部啊，啊，迄阵有一个足重要诶发展咧、啊，就是一八六八年啊，明治天皇维新诶时阵，迄是非常诶辛苦，因为各地将军将士权交明治天皇无唔得，但是啊。 各地诶，将军钱拢家地落地啊，所以钱并无交登下有明治天皇，所以明治天皇虽然接到行政权，但是迄啊迄明治天皇诶国库是空虚诶，啊迄阵逐年国际贸易伊黄金拢外流，进口上侪物件，买真侪外国诶物件，黄金拢外流，所以迄阵日本诶吼，伫明治维新第一件迫切诶代志。 就是爱来成立一间银行，成立一间银行呢，吼，会当来印日本钱，吼，啊，将旧个钱甲收倒转来，啊，佮会当来借钱给咱日本个企业、地产兴业，啊，佮会当来发行公债，替日本政府来教日本百姓来借钱。所以讲，即间啊，要来设一间日本第一间银行呢，吼，即件代志，这是一个真困难，因为日本还佮无想法，日本也无公司法。 日本的商法呢，是到一八九九年，即以后咱来讲呢，吼，才有商法。所以，离一八啊六八年、一八六九年呢，吼，根本也无商法，也无公司法，要安那来设一间银行这件大事呢，吼。所以，当时啊，啊，离这个啊，明治三年呢，啊，离一八七零年啊，这个伊藤博文啊，带著二十个啊少年武士呢，拼过去美国啊。 去美国学着美国因的银行是安怎建立因的银行的制度。啊，当时哩一八七九年，全世界的银行有两种制度，一种就是像英国的银行，是英格兰银行是一个中央集团、中央的银行。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像美国的吼，伊、哦、是用联邦啊各地的银行叫做国有个银行的吼啊，安尼啊，伊藤博文哩明治三年。 诶，十二月带这个人过美国研究了，真紧就写到一个报告书啊,啊！啊，讲要来拆除掉美国即种啊啊 national national bank 啊，诶，即个制度，啊，我写一个报告书转来给啊，即、這个日本诶内阁内底诶财政部大藏省，啊，即、這个大藏省内底诶即个啊诶部长，啊，内底诶官员。 啊，包括是不少啊，里内底呢，做这个造币局啊，负责印钱个官员呢，吼、哦，接到伊藤博文个报告书，对美国退档个报告书呢，啊，所以迄阵色泽容易呢，侬啊，从美国啊个这个啊,啊,啊 National Bank National Bank Act 啊国国有银行个法案呢，佮翻做日本文，啊，佫参考到哩欧洲啊，伊学到个物件。 啊，个嘞配合着日本嘞，所以伫一八七二年啊，完成着日本啊第一批诶，即个国立银行条例。啊，国立银行条例呢吼，伫、哦、全日本呢，拢总设立一百五十三间诶银行。即一百五十三间诶银行哦，包括最后一间伫京都呢，第一间伫东京呢，哦啊，安尼会当听即个日本来印即个日本钱呢？哦啊，即、這个。 啊，一百五十三间诶，即个银行第一间啊，就是第一间诶，国美银行咧，说以就容易到尾啊，伊过来创从事着咱台湾银行诶建立啊，台湾银行诶建立了诶啊，伊伫即个啊无偌久啊，明治六年咧，因为啊，即、這个井上新啊，看即、這个啊大久保利通交大湾中信两个袂下咧。 啊！到尾啊，因两个两个士落来民间企业来做第一银行啊，第第一国立银行个社长咧。啊，安尼伊来变做民间的企业家啊。民间企业家了呢，吼、啊，我啊啊来交亚塔路咧小兵，即、這个咱政治有甲各位讲着啊。咱今仔先讲到遮啊，无法多讲了呢，吼、啊。咱后礼拜再去继续来甲各位讲着日本明治维新啊，伊即、這个啊，特产兴业嘛，富、啊、国强兵个政策。 以及甲咱台湾诶关联性，感谢各位即礼拜收看，后礼拜咱再继续。